今天是个大热天，炎炎夏日下，小树蛙以及狐狸猫热得受不了，便跑去便利超商买了玻璃瓶装的汽水。回家后才发现家里没有开瓶器，现在他们只能看着那两瓶汽水望梅止渴。亲爱的同学们，你们也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境吗？如果有的话，在下方的留言区提供你的做法，帮帮小树蛙以及狐狸猫吧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也可以想想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不一会儿，聪慧的狐狸猫便想到了可以打开瓶盖的办法。他想到，如果能够利用杠杆，就可以帮我们把瓶盖打开。咦，该怎么利用杠杆装置呢？要了解怎么应用，我们就要先知道杠杆原理。首先复习，符合什么条件才算是杠杆装置？绕着固定点或是转轴旋转的装置，就是杠杆装置。而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跷跷板，它也是绕着支点旋转的装置。在玩跷跷板时，若狐狸猫试图把小树蛙抬起来，狐狸猫就必须施力在杠杆上。一般情形下，狐狸猫的重量便是施力大小，所处的位置就是施力点。而坐在右边的小树蛙，为了避免被抬起来，因此小树蛙会给杠杆一个抗力。一般情形下，小树蛙的重量就是抗力大小，而小树蛙坐的位置就是抗力点。所谓的施力就是尝试转动杠杆的力，而抗力指的是杠杆上抵抗转动所施的力。还记得之前介绍过的力臂吗？指的就是力的作用线到支点的垂直距离，而施力的力臂就称作施力臂，抗力的力臂则是抗力臂。在跷跷板的例子中，跷跷板呈现水平时，施力以及抗力恰好都是垂直于杠杆，所以施力臂就是支点与施力点间的距离，而抗力臂就是支点与抗力点之间的距离。那怎样能让跷跷板呈现水平状态呢？这时我们就要考虑静力平衡。静力平衡所指的是，当一个物体同时受到数个力的作用时，却仍然维持静止的状况，不移动也不转动。注意，要达成静力平衡，是要同时满足不移动、不转动两个条件的。不移动代表了物体所受的合力为零，不转动代表了所受的合力矩为零。而杠杆原理其实就是在描述，当杠杆在静力平衡时，它的施力乘上施力臂会等于抗力乘上抗力臂。静力平衡的状况下，杠杆不转动，此时顺时针力矩以及逆时针力矩大小相等，因此所受的合力矩必然是零。现在我们了解杠杆原理大部分的观念，让我们利用杠杆原理思考看看该如何让杠杆达到静力平衡吧。生活中有很多利用杠杆原理的工具，例如开瓶器、榨汁器、尖嘴钳，甚至扫把等，都是常见杠杆工具。这些工具可以大致分为三类，分别是：一、支点在中间的杠杆，如尖嘴钳；二、抗力点在中间的杠杆，如开瓶器、榨汁器；三、施力点在中间的杠杆，如扫把。荧幕前的你，可以再帮忙判断一些杠杆工具所属的类型吗？第一种类型的杠杆，抗力点在中间的杠杆，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到，施力臂的长度必定比抗力臂的长度来得长。根据杠杆原理，施力臂比抗力臂长的话，我们的施力会小于抗力，借由这样的工具就可以达到省力的目的了。同时可以观察到，
利用抗力点在中间的工具，要让物体上升 S 距离，需要施力低的距离，这样施力的距离就比较长，所需要花的时间也比较长，是费时的。在杠杆世界中，也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哦。省了力气，却花了更多时间。方便的开瓶器以及榨汁机，就是抗力点在中间的杠杆哦。第二种类型的杠杆是施力点在中间的杠杆，这类型的杠杆抗力臂必定比施力臂长。根据杠杆原理，施力臂小于抗力臂时，所需施的力会大于抗力，所以施力点在中间的杠杆是费力的。但此类杠杆有省时的优点，从图中看到，如果想要把物体提高 S 的距离，只需要施力低的距离，就可以在较快的时间内完成这项任务。虽然费力，但是省时。生活中几乎每天都会用到的筷子以及面包夹，甚至于扫把，都是这类型的杠杆哦。最后一种类型的杠杆就是支点在中间的杠杆，这类型的杠杆会依据施力臂以及抗力臂的长短关系达到不同的功能。当施力臂大于抗力臂时，可以达到省力但是费时的效果。像是老虎钳就是这类型的工具，可以帮助我们省力，达到徒手无法做到的事。当抗力臂大于施力臂时，可以达到省时但是费力的效果。裁布剪刀就是这类型的工具，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地完成裁布的任务。解释完原理后，狐狸猫跑去厨房拿了铁块以及要用来保护手指头的卫生纸，想要试试看能否打开汽水瓶。利用手指当作支点，让铁块的一端抵着瓶盖，瓶盖与铁块接触的地方即为抗力点，另一端施力，并让施力臂大于抗力臂，形成一个支点在中间，省力的杠杆装置，这样就可以打开瓶盖了。紧接着嘣的一声，汽水终于被打开了。现在满身大汗的小树蛙以及狐狸猫终于可以干杯，畅饮沁凉的汽水。最后我们来统整一下今天的重点吧。杠杆原理公式是施力乘以施力臂等于抗力乘以抗力臂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知道了三种杠杆装置以及其特性功能，分别是抗力点在中间，这类型的工具省力费时，以及施力点在中间，这类型工具省时费力，最后是支点在中间，这类型方便操作，省力或费力需依据抗力臂、施力臂的长短比例而定。发现杠杆原理的天才科学家阿基米德曾经说过，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就能抬起地球。荧幕前的你，觉得这是可以做到的吗？如果不行，说说看你的理由。如果要实行，将月球位置当作是支点，地球位置当作抗力点，当阿基米德的最大施力为50公斤重时，想想我们会需要多长的杠杆呢？